这个地方真的是狗都不想来。今天过来找清溪，它这个东西就生活在这种泥巴滩里边。像这种痕迹，底下就是螃蟹。如果不是，那就当我没说。哦，清溪，清溪，清溪。哎呦，可以吧？公的，这只肥度还可以。上货了，大鱼抓的条章鱼，可以可以，厉害。上前面找青蟹洞啊，这个面上也有很多那种小青蟹，不大。前面前面，哎，这干嘛？它刚退潮吧？它这个东西，哎，都在面上，哎，也有在洞里的。这还可以啊，二两应该有吧？二两肯定有。还可以哈，还可以，这个公还行，不瘦的这方面。哎，怪不得这个东西啊，它贵呀，它不好走，它要么生长在这种泥巴滩里，要么在那个石头缝里边很深，勾也不好勾。看，一看就是螃蟹洞啊，开干。哎呦，我来看看这个洞，哎，在这里，这个洞，来吧。这个肯定也不浅，这边这个泥巴都很深。对，这个螃蟹是真能跑，来这种地方赶海又不能怕刀，要是怕刀啊，这活就没法干。哎，试着了，哇，这个好像还不小啊，在这里，这里，来看看。怎么样？哦，这个不小，这个不小啊，这个是可以，不敢用手，不敢直接用手掏啊。哦，哎，这个不小啊，这个最起码有四两。让你跑，让你跑。四五两的，我估计少不了，少不了啊。没法看了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这大哥，这个也就个四两左右吧，四两多。那里有个洞。嗯？你怎么坐这里了？不会跑吧？雷道目光呆滞。我怎么感觉像个八爪鱼？好了，这里应该是昨天跑，这不是今天跑。今天跑是这样。哦，我还以为。寄居蟹里边，这个洞绝对大，这个大洞口，这地方用泥巴给糊死了，里边绝对是个青蟹。你过来看看这个洞，哎，里边看到没有？这个肯定有货，很深。挤下来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天嘞！夹我一下呀，先把上面给它刨开。哎，你来刨会儿吧，刨不动了，这是体力活。摸到了，这里这里。哦，夹住了，哦。来了，哎，哎呀，我娘嘞，没劲了，腿酸了，胳膊酸，再这大吧，半斤，最少半斤，这一只，很重，这个是今天应该是最大的一个，对，最少半斤，可能七八两，也可能是泥巴的原因，哎。哎，这只呀。洗白白，洗白白，快洗个白白的。大伯，哎呦，头晕了，直接干不动了都。没住在海边的应该都知道，这个青蟹在海边100多一斤，这个东西为什么贵呢？你也看到了是吧？
太难了。回去了，没戏了。那个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